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44集。今天的话呢是铁工厂的影狮子丸的分享，他的话呢先前有给大家做过凯狮子丸跟镜狮子丸，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的把先前的这款镜像狮子丸，它是一个镜像配色的 OP 的颜色的一个元素下去做的，那它跟原本的模具的话呢，基本上改变不大。而这一次呢，使用了 Nemesis Prime 的配色，黑红配色的话呢，则是有了比较多的一个改变。首先的话呢，尾巴的部分，后面呢多了这一节的部分，还有最明显的就是它的一个翅膀啊，在原本的这个裙甲的结构上呢做了改模，还多了这个有透明件的一个翅膀，感觉凶恶指数的话呢提升非常的多，对吧？有一句话叫"如虎添翼"啊，如狮添翼也是一样很凶猛了啊。再来是头雕的部分也是不一样啊，原本是一个武士将军的一个应该是将军头冠吗还是什么的，这个换成了是这个红色透明的一个角，然后整个狮子的一个邪恶指数的话呢，感觉是提升非常的多的。然后这一次的关节紧实度的话呢，跟先前的模具呢都差不多啊，有几处比较紧。然后狮子的状态下呢，可动也是非常的好啊，特别是这个头，上下左右去看啊，都是可以低头看。然后的话呢，嘴巴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张开啊，可以张得更大，缩小一点，闭起来。闭起来之后的话，这个是可以单独的把它给折下去的啊，并没有说这个部件呢会带动着这个下巴一起动，它们是可以分开的。人形的头收在这里啊，那为了一个遮蔽，还是稍微的在转动上的话呢，就稍微借位一下，照相起来其实非常好看的啊。前肢可动跟人形状态下差不多，然后它的一个拳头收纳在内部。人形的话呢，就是肩膀的两侧分别形成头跟尾啊，那么后面的腿可动比较差啊，由于两侧的话呢是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的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打开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黑色的一个凸啊，黑色这里有个凸，它是要扣进这里面有个洞的啊。那由于这个地方扣起来之后啊，这个等于是原本人形的一个腿的部分的话呢，至少是大腿部分是完全要扣在一起，能动的只有膝盖以下，但是它没有一个外扩的关节，只有在根部这里，所以可动就比较弱了啊。但是这个狮形态的话呢，我相信最主要还是摆设起来已经是很好看了啊。这个你看头可以完全摆到这么多啊，是非常非常不赖的一个兽形啊。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配色，甚至你喜欢更加邪恶的狮子的话呢，这一款应该是目前三个模具里头的话呢，个人觉得呢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狮形态的一个造型啊。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影狮子丸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我的习惯的话呢，还是从腿部开始啊，两侧的话呢，把它给掰开来啊，把这个黑色的话呢，跟这个里面的这个凸啊，去做一个分开，两侧都给打开。然后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把这个腿的话呢，先给打直，然后在这个外摆内侧的位置呢，翻折180度，这里也是一样的啊，翻折180度。然后我们把这个人物呢翻转过来，接下来的话呢，把这个腿部啊，后面这个脚跟这个部分呢，把它给打出来。脚放下去，这个部件推下来之后呢，翻折180度，拉直啊，你就看到这个人形的腿呢就出来了啊。当然，你也可以先转动这个部分，再把这个脚尖跟脚后跟呢给恢复到原本人形的一个状态，非常的简单的。然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人形的话呢裙甲的部分，我们先往下叠一下，再来把这个狮子的头啊往上面呢去提，然后往这一侧放。那么尾巴的部分呢，就是往这个地方来放了啊。然后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多重关节啊，记得是把它给翻成这样子啊，位置给错开来。这样的话呢，肩甲的部分呢会放得更加好看一点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两手往上推，胸甲往下放下来，头部翻折180度。然后我手上这一款翻折头的时候，脖子比较紧啊，脖子比较紧啊，出拿到的时候呢，掰的时候小心一下啊。毕竟是一个球形关节，然后那个根部啊稍微有点细啊，然后这个拳头这个地方啊也是翻折180度的，然后我们就接下来就利用这一带的这个多重关节呢，把这个肩甲放到这个肩膀上，然后头顶这块部件利用这个双重关节把它给往上推上去啊，叠过来。这里的话呢也是利用这里的多重关节把它给放到这里来。那这里呢，这个
原本扣住两腿的这个部件就把它给翻下去了。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就看你的个人喜好啊，你想要怎么摆，感觉好像也是一种特殊的一个镰刀之类的武器啊。那么说到它的武器的话呢，是一副的双刀。那讲到双刀，我们先把它给人物做一个站稳啊。你看我已经穿上长袖了，天气有点变冷了。他的武器是双刀啊，然后如果是前的这个镜狮子丸是一把大刀啊，然后这一次的话呢，他是没有附带剑鞘啊，他只有两个可以让我们插武器的一个小配件。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手的话呢先讲一下手好了。那手的话一共有四种造型，一种是握拳头的，再来的话呢是一种这个把剑握倾斜的啊，我们就直接的呢把这个剑握倾斜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给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替换了，这个地方插下去。那它这个拳头的话呢，很可惜它这里是根部不能转，只能够转这里。那替换的话呢非常的简单啊，直接的把这个部分扭下来就可以了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手臂啊给换上去。那在变形成狮子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换回握拳头的手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这个扣上去啊有点紧，扣好，这个时候呢就完成了它一个单手持刀的一个形象啊。对了，后面的这个翅膀这个部分的话呢，是看你个人的需要吧。它这个裙甲其实可以稍微的去上下去调整的，你可以把这个翅膀的话，我的习惯吧是把它调往后面啊，这样子感觉有一个更加嚣张的感觉，毕竟已经是邪恶配色吧，我们就尽量的把它的造型弄得更加的一个嚣张跋扈一点点。好，然后后面这个脚后跟呢可以再调整一下啊。对了，这个脚后跟这里啊可能摸上去会稍微有一点锐利啊，摸起来就是稍微小心留意一下。这两天呢有一位同好朋友他问我说，他的手机啊也是4K60帧，可是他的画面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不是很优啊。其实我不知道你是用哪一个手机，其实你在转档的时候呢电脑转档的时候呢，你也是要选择相对应的一个影片的规格帧数，还有这个画面的大小什么的。那如果说你真的转不出 4K60帧，我觉得也还好，因为 4K 我觉得是不是那么有必要，60帧可能会有一个影响啊，毕竟现在的大部分的人收看这个影片可能用手机啊，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呢，其实有没有 4K 我个人真的觉得影响不是很大。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节目的内容啊，还有这个玩具的素材是不是吸引人啊。像我都做这些小玩具的话，可能大家就可能看跟不看差别不大。那影片的话呢，就还是做你喜欢的影片，但是不要太纠结于说画素要很高很高，因为我们毕竟只是玩具开箱并不是什么很高端的这个电影节目啊什么的啊，就不要太纠结了啊。好，那这个造型各位应该也看得出来啊，非常非常的好看，腿很长，然后红色黑色搭配起来，配上这个透明的部件给各位看一下，有一点雾的这个透明部件，头上这个角啊，这个看上去有点尖锐，其实还好，并不是没有什么很容易断的感觉，并不会的。然后脸部的头雕啊，它是有一个红色的一个涂装，像是一个刻痕一样的从头上画下来。但胸口的这个地方，这个红色有点小潦草啊。那其他的话呢，就是也是透明部件。那整个关节的一体性，铁工厂的玩具就不用特别说明了，一定是非常 OK 的。那我们就相对应一下，这是先前的这个凯狮子丸。凯狮子丸附带的是大剑啊，当然如果你喜欢大型的大剑的话呢，你要入这一款也是不赖的啊。总而言之呢，各位应该最近也都看了，铁工厂每年的年末都会发一些明年预定的产品啊，有非常非常多这种日系风格的这些变形金刚的角色啊，像是钢索啊、救护车铁皮吧，大家都变成了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在我小时候啊，我第一次对所谓的日本武士的风格，这种日式的甲胄的印入我的记忆里头，是很久以前有一部，这是题外话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新李剑八犬传》，那是那个真田广之跟药师丸博子主演的那一部电影。当年我大概可能8岁还是9岁的时候，在台湾有引入啊，所以当年我是到电影院去看的啊。
哎，那个时候对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特别是男女主角在一起缠绵悱恻那一段，当时的我才9岁吧，我看了真的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反正我觉得那一段拍的还是挺唯美的啊。当然，我们这一期讲的是日本武士的风格啊，每个人都会对日式的盔甲呢，我相信，尤其是二次，你如果对二次元有一点迷恋的朋友，应该都会对日系的盔甲会有特殊的情怀和憧憬。那么铁工厂这个路线做的是非常好，从他们做小比例玩具以来的话，我就觉得他们走 ITW 路线，那现在开拓出一条日式甲胄风格的路线来说，这一家第三方公司在创意上，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那玩具的话呢，就一如既往，这一款至少以这一款来讲，变形的话呢，还属于送的了，但是没有什么易碎的部分，没有什么。可能会坏掉的零件，目前把玩起来是没有这种感觉的。那这一次的改模的话呢，觉得非常成功啊，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